给大家讲一下这个驻留产品，我们真空上料机，上面有很多物料，就是不好下料，就会牵扯到一个驻留产品。首先呢，给大家看一下，这个是气锤，起到一个敲打的作用。通过气，我们一个电磁阀控制，它就会对物料进行一个敲打，叫物料更好的下料。这是一个气锤。然后呢，还有一种是小的，是。